我知道，你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军人，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根本就不配算军人。 告诉我，少奥父亲说什么？你不但不配做一个军人，更不配做你爹的儿子。哎，子龙哥，别打人呢！别管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哥哥，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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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拉开！都给我！行了。 张志刚，我刚表扬过你，你就给我打架，你这旗手怎么当的？撤了！你丁子龙，我都不想说你，打一开始就说你们八班。 没有几个是好兵，你们倒是不负所望啊！可惜我说了不算，要不然有一个算一个，我全把你们给开了。打架，有劲儿没处使是吗？行，给你们找点活干，全体都有，负重鸭子步，30组。 现在开始，全体都有，向右转，鸭子不准备。打架就要受罚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知道，恨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。 二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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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敬礼，李斌，小朋友们好。消防叔叔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上一堂消防知识的普及课。首先，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学6个字，好不好？ 已经写在黑板上了，你们会念吗？会。起火了怎么办？就是今天的课要讲的话题。小朋友们知不知道起火了要怎么办呢？打119报警，冷静。嗯。找妈妈。 找妈妈，好，应该找妈妈。小伟说：“打119找消防员，还有逃跑。”小伟太棒了，对，打119报警找消防员叔叔。我们消防员呢，不仅要救火，还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，比如说救猫啊，救狗啊。站在我右边的消防员叔叔呢，就是负责抢险救援的。 站在我左边的消防员叔叔呢，他就是负责救火的。下面呢，给大家看一些我们在救火的过程里面要用到的一些工具。这是什么？消防水枪。这个是灭火器，用它把火扑灭之后，我们骗人的。两位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叔叔？他说小伟骗人。 小伟就是骗人，小伟说他爸爸是消防队员，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爸爸。小雨，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。谁说我没有爸爸？你说谎！我明明有爸爸，我爸爸是消防员。你说谎！打！好了好了，快坐下。小朋友们再见。 经理，再见。
再见。小朋友们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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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们回教室吧。好。为什么打人啊？不许哭。他们笑我没爸爸。那你也不能打人啊。可是我有爸爸，他是消防员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你给我记住，你是男孩子，以后不许打人，不许哭，听到了没有？啊，听到没有？队长。同志们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国内灾害事故呈上升趋势，灭火救援的任务日益繁重。实际证明，发展壮大消防队伍是当下我们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，是解决当前消防力量不足的有效途径。欢迎你们加入消防部队，你们告别新兵连之后，将会奔赴全省各个消防单位。嘉伟啊，啊，分兵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要这么干？怎么，我安嘉伟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？嗯，可我还是觉得不太妥，要不你再琢磨琢磨，现在改还来得及。不改就这样。哎呀，这分兵做手脚我还是第一次，让其他人知道了不好啊。我都被你带坏了，居然干出这种出格的事来。哎呀，没什么不好的，这几个孬货我可不敢往外送了。啊，等回头下放到其他中队去，人家一打听啊，新兵连的时候是安家伟带出来的。你想想，这脸丢的是我自己的。嘿，俗话说得好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哦，你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那就什么都别说了，这几个人留给我自己，我自然有办法收拾他们。哟，哎，这怎么只剩下我们六个人了呀？啊，人怎么都没了？哎，是不是我们留级了？咦，俺来部队又留级了？我们不是被留级，我们不是被开除了吧？想得美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要是被开除还好呢。你卖什么关子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怎么就剩下你们几个人了？啊！报告，讲。首长，这我们被分配到哪儿了？对啊，你们分配到哪儿了呢？嗯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训练了三个月，连个着落都没有。哼，好吧。我受受累，收了你们。欢迎你们到八中队来，在那里将展开你们崭新的消防兵生涯。有人说八中队是天堂，也有人说八中队是地狱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八中队它就是八中队。都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。跟我来吧。是。哎，子龙啊，你是不是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你要是知道的话早说一声给兄弟们支撑啊。啊，
你这搞得也太刺激了。我以为他就不喜欢我一个人。啊！没想到你们也这么不招他待见。哎，这种不待见我们不想要啊！这哎，走了走了，这走吧。哎，到底咋回事？虽然早就知道安家伟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，但实在没有想到我们六个居然被分到了一起。最烦的是，我还得继续面对那个做作的张志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算正式成为八中队的成员了。目前呢，暂时把你们编入机动班。沈阳担任你们的班长，由他来负责以后你们的训练、生活。如果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找班长解决。当然了，班长解决不了的话，你们可以到队里找我。队里有能力的话呢，尽力帮你们解决，好吧？沈阳，走。十分钟以后带他们到楼下集合。是。带这帮臭小子到处看看，熟悉一下咱们八中队的环境。现在开始分配床位，从左至右一字排列，丁子龙、张志刚、梅远、程鹏、廖军、江二宝，听明白了吗？报告，江班长，要不你去俺那个床睡吧，俺睡你这儿。你看你这门口人来人往的，万一你休息不好咋办呢？你睡你的吧。没事的，班长，俺跟你说，俺睡觉跟猪一样，他们都知道。你就睡俺那儿吧。班长必须睡在床头，以便出勤的时候跑在第一位。小子们，当你们成为班长的时候，也必须跟我一样睡在门口。消防队的规矩多了，以后慢慢学。下面整理一下内务，五分钟以后楼下集合。明白。好玩吧？假枪？谁说它是真枪了？干嘛用的？开锁用的。开锁？哎，有时候啊，那些门锁吧特别的结实。比如说你找警察，找那些专业开锁的都不好使，就得靠咱们消防员。咱们要不呢就用绳降进屋，要不呢就破拆入房，再不行啊就用这玩意儿给他打一发。怎么消防兵还开锁呀？嘿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我们消防兵的职责了。我们消防兵的职责还不止这些呢。哎，通下水道，捅马蜂窝，下井救人，上树逮猫，开电梯，砍戒指，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，你想得到的还有你想不到的我们都得干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只要有人给我们119打电话，我们就得出动。怎么样，就你这点本事能在我们消防队待着吗？能不能？我也就待着一年。
哼，也对啊，一年以后的消防兵，我估计你还不够格，玩点其他的枪还行。我说过我会尽我的本分，也希望你会履行你的诺言。好，我安家伟说到做到，我不会为难你。不为难我还会在这儿吗？你以为我想要你这种兵啊？我留着你是为了不让你去祸害其他的中队，别到时候我的那些战友们在我背后说，安家伟你怎么会带出丁子龙这样的孬兵。刘指导啊，把他们全都带上啊！整理队伍，带他们赶快上车。是，下次向右转，参谋走。后车注意跟上，地点是23号楼，楼层冒出浓烟。臭小子们，紧张吗？第一天到中队就赶上3声铃响。以前的新兵可是从来没遇到过，你们这也算是第一波了。刘指导，这3声铃响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3声铃响是出警的信号，1声铃响呢是小警，我们出1台消防车就行了。要是2声铃响呢，咱们就得根据情况是否复杂，出2到3台消防车去解决问题。如果是3声铃响的话，那就说明问题严重了，我们得全体官兵都要出动。这个你们可得给我记住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沈英，哎，跟我一块上。好，哎，安队，你就别上了，我去就行了。还上我上吧，这儿交给刘指导。刘指导，这儿交给你。好，你们注意安全啊！上，明白了。指挥中心。失火地点位于居民楼的8楼，现在开始进行灭火作战。作为新兵，目前你们还不能进入火场，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维持好现场的秩序，保护好现场的百姓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二保廖军，到。到。你们两个负责拉警卫线，其他人赶快动起来，快。是。是。是。来，来，请大家后退，大家后退。等等，看看看，行李都小多了。菜鸟只能围观，这是消防队的规矩。菜鸟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老鸟们收拾完了之后，走得近些。继续围观。太好了，来的真是够及时的。刘指导，打好了，都行了，带着几个小兔崽子上去参观一下火灾现场吧。好，好了，辛苦了，都收拾东西吧。是。集合。向右看齐。向前看，楼上这场火已经打完了，带着你们几个臭小子现在上楼去看看真实的火灾现场。向右转，起步走。臭小子们都进来啊，看看火灾现场的情况，你们这可是第一次来啊。住手！你干嘛呢？不许随便弄火灾现场的任何东西。如果要突然引起火势的话，后果很难控制，知道吗？
你们以后进火场啊，一定要加强检查啊，不可以破坏火灾现场。另一方面呢，一定要保持好火灾现场的情况，这样呢，有利于火灾鉴定小组来判断引起火灾的主要原因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怎么样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啊？很震撼吧？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爸爸妈妈呢？叔叔，救救我爸爸！我爸爸被电梯去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爸爸，外面有没有人呢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呢？救命！张志刚怎么还没到？谁知道？怎么了？人呢？张志刚，干什么呢？报告，安队，小孩的爸爸好像被关在电梯里了。几楼？十六楼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小李、侯健，跟我走。是。其他人随后上。走。安队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里边待着去。哎，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。张志刚，回去。宝贝儿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不哭了啊，宝贝儿，不哭了啊！好，不哭不哭，一会儿就出来了啊。有人吗？救命！救命啊！在下面。救命！来。救命啊！来，回去。准备扩张琴，来干！你们来了太好了，这电梯怎么突然不动了？不动就对了，高楼火警逃生，最忌讳的就是坐电梯了。真有你的，来，麻烦帮我把电视机先接一下吧。你先上来，我这电视新买的。是你命要紧还是电视机要紧？这电视好几千块钱呢。你别废话了，赶紧的，快上来。停啊！停！抓紧了！下面没事吧？上面拉住！啊！喂，你这会儿还想要电视机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快救我出去！来，伸手。来，走。
放！抓紧！抓紧！拉！坚持住！爸爸！哎，宝宝。爸爸。爸爸没事了。走了，收队，收。二宝、廖军。你们两个手脚没线，是。其他人准备上车，是。小女孩的父亲终于得救，这场电梯惊魂记最终仍以喜剧收场。但是看到安队那种不在乎的态度，我心中仍充满疑问：消防兵真有那么伟大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。怎么样，沈班？您看啊，这个厚了一点，这个倒是还可以。挑把尺子，规矩这么多，这要是挑不好，回头量出来都是错的。所以啊，有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的道理，您知道吧？你继续挑吧。好。张志刚，哎，你买了什么呀？笔记本。这出来一趟不容易。就买个笔记本啊，班长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消防员，而今天是我来到消防部队的第一天，所以我打算买一个笔记本做日记本，然后把每一天在部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写在日记本上，督促自己提高。行，有前途。丁子龙，班长好。你准备买点什么呀？随便看看。在消防队待一年，一天一张。撕完这本挂历，我就拍屁股走人了。龙哥，哎呦，龙子，买了什么呀？啊，子龙哥，你不用买挂历，俺跟你说，那个楼梯右边有个表，啥都有，年月日时，连阴历都有。跟那个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咋才撕一张？这都几月了？没事，俺闲着，俺帮你撕。哎，不用，不用，真不用。嗨，沙二宝，你不知道，你子龙哥买这挂历是为了纪念他在消防队365天水深火热的日子。等到有一天这日子结束了，哎，他也就解脱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廖军。我们当初为什么来当消防员？是为了灭火救人，
做真男人，做大英雄。你可别像某些胆小鬼，什么事儿都还没干过，哼，就整天嚷嚷着要走。哟，我的事和你没关系吧？是和我没关系，但我们是一个集体，我们要做的是齐心协力，同生共死。至少这件事在我看来没有影响到你吧，丁子龙。我知道你不想做消防员，看不起消防员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消防员是最神圣最光荣的职业。你想走没人拦着你，但是只要你待在消防部队一天，就请你尽到应尽的义务，要不然就别待在这儿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想。张志刚，这事儿不是你能决定，也不是我能决定，我也不是耗子，你也不是狗。既然你这么爱多管闲事，我这份你就省了。哎呦，队长好，队长好。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新的环境，新的旅程，我希望你们尽快能够融入到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，尽快的适应，懂吗？懂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再次的重申，这里我说了算。你大可不必那么麻烦，你在这里的日子每一天我都给你算着。全体队友五分钟之后操场集合，传作训服。是。动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算是正式加入消防部队了。也就是说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，你们要接受全新的考验。我知道，有一些人心里面瞧不起消防兵，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消防兵是在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兵种，一不小心就会牺牲。现在你们已经在一线了，也就是说你们随时都会面临险境，不想死的就给我玩命的练。是。消防兵的使命就是忠诚可靠，服务人民，竭诚奉献。我给你们四个字，整个带弹。从现在开始要接受系统的消防兵技能和体能的训练，这两方面由你们的班长沈阳负责。好了，我这个人不爱废话。沈阳，走。出列。是。接下来由你负责训练。是。还有，谁要是能从平时的训练中率先达标，谁就可以提前出任务。这是八中队的规矩，是我立下的规矩。都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
全体都有，俯冲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向前进，向前看，上去。消防兵在进入火场或者抢险救援的时候，经常会通过特殊的管道进入楼房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消防兵基本的攀爬技巧，两阶拉梯。下面有两位班长给大家演练一下。示范兵有，出列。是，翔有转，跑步走，立定，向左转，准备就位。是，报告，准备完毕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接下来开始分组，丁子龙、张志刚，你们一组。是。二宝、文远，你们一组。是。廖军、程鹏，你们一组。是。下面谁愿意先来啊？报告。俺先来。二宝啊，你装啥猛男呢？没事，明远哥，这和爬树差不多。不是，怕啥呀？停，少说话。下面。就由你们两个先来吧，上前，到，出列，是，后退一步走，向右转，后步走，立定，向左转，准备器材，报告，准备完毕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拉住了，小心点。二宝，程鹏，下组我们俩，你先来。哎，你先来啊！放心，我保护你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吧。报告，操作完毕。有令。是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下一组，廖军、程鹏准备。到。各就各位，预备。开始，我扶着呢，你不用怕，没事啊。程鹏恐高，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。这个平时开口就变百科全书的高材生，一上梯子就被打回了原形。程鹏，没事吧？没远哥，他咋了？来，慢慢下来。程鹏，他没事吧？恐高。咦，哎，程鹏，没事吧？廖军，你照顾程鹏一下，休息。是，走吧。嗯。丁子龙、张志刚，你们准备。是。李队，程鹏恐高的事
我看只能找赵老师来了。哎！哎！哎！丁子龙，这么刚你是小人，玩阴的跟我？哟！你小子有病吧？哎，你们先别管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臭小子，有人管呢！打呀！继续打呀！打呀！怎么不打了？啊！打呀！打呀！你觉得你们现在还像一个兵吗？怎么回事？远离呼喊，不惧哭泣，见了情景，对自己说不要放弃，相信自己就会有转机，突然不清晰，关上手机机打开